孙部长，很荣幸在汉城能够访问到您。那么您来这个参加第九届中韩经济场主席的会议，那么这个会议呢现在已经开完了。我想请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，这里面讨论些什么？大家一起方面了解。我们讨论范围呢，比过去要多一点，比较大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今天就是讨论的，经济合作工作上，关于电通的进程，跟海外的做开发或合作采购，经济上跟国际这种情况，我们两国都因为今后进一步的合作，我们需要韩国政府建议今后两国建议积极发展。因为这次我们合作的范围比过去都有扩大，像在进一步的加强，我看法都没我最后特别希望今后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呢，对两国在合作中竞争，竞争中合作呢，对两国都是有益的。谢谢部长，接着我们做下一个，谢谢你。